而家阿天宇個死亡證仲未出到，我哋變咗。咩都未搞到，咩都未做到啊！點解天宇會出事？好多嘢都係一個問號。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相信有不少港人都会同爸爸一起撑台脚饮翻杯，但其实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快乐地庆祝。怀疑因为医疗事故而变成植物人的女童周天宇，今年3月10号不敌死神，生命从此定格在8岁。一直为女儿奔波劳碌的周爸爸都迎来第一次天宇不在人世的父亲节。现在天宇的葬礼都过了一个几月了，其实现在家人的状况是怎样呢？其实都还好，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家尽快可以复常去生活。其实今天啱啱係6月10號，就係啱啱係天宇去世3個月。咁呢幾個月嚟啦，都係我哋都好咗好多嚇。咁因為畢竟呢件事都唔係話好突發嘅事情。咁咁耐以嚟，我哋都有曬心理準備啊，同埋亦都覺得即係佢即係咁樣係對佢嚟講一個解脱嚟嘅。关于天宇案件的刑事调查，执法部门继续邀请相关人士录取资料，不过案件未有新进展，天宇离世的原因目前仍然未有定案。咁关于天宇的个案，其实依家有冇咩新进展想话俾大家知啊？喺天宇走嘅时候咧，咁医院咧就写咗佢系个死因系写死因不明，死因裁判官要求要解剖。咁我哋嗰時候就唔希望解剖啦，因為啊女走咗啦，咁辛苦都唔希望佢挨咗刀咁樣。我哋甚至乎上過去西九嗰邊法庭話上訴，見過個官啊，個官話唔得噶，根據香港法律咧係一定要，因為寫咗死因不明啊咁樣，佢就一定要解剖。所以於是天宇就響即係佢可能離開咗之後啦，佢都接受咗解剖啦，咁啊查明個死因啦咁樣。咁以我所知，而家就佢哋可能仲喺度處理緊，就考慮緊需唔需要召開呢個死因研究庭。咁所以而家阿天宇個死亡證仲未出到，我哋變咗咩都未搞到，咩都未做到啊。其實你點樣睇醫院最終俾出死因不明呢個結果呢？我開頭就唔好明白嘅。咁啊，因為死因不明呢個係醫院在 ICU 裏面即係照顧開佢嘅醫生去寫呢件事情咁樣，幾時食唔到嘢，幾時話咩感染咩發炎，冚唪唥都知㗎啦咁樣。咁點解你仲寫死因不明呢？咁但係佢話原來話一直就算係發生咁多事都好啦，咁呢個都未必係形成佢死亡嘅一個嘅原因嚟嚇，即係佢未必同佢死亡有直接嘅關係嘅。呢個係醫院方面俾嘅説法。咁佢就話啊，咁呢個始終都係要去翻個死因裁判官度，去等佢去決定需唔需要召開死因研究庭。雖然天宇在2018年10月因為患上癌病惡性腫瘤華文肌肉瘤而入住瑪麗醫院接受治療，但周爸爸強調天宇在做完手術之後直到離世之前的幾個月都做過多次檢查，沒有發現癌病復發的情況。如果是不是因癌症而死的話，是因為什麼而死？他如果不是因為這次的醫療事故出了事的話，他過去了幾年不用受那麼多苦，你都不會說這麼快走，他的生命就要結束。天宇過身到現在，醫院或者醫管局方面有沒有來找過你？到現在為止是沒有的。天宇走了之後，他們有沒有有什麼慰問啊，或者等等的幫助啊，等等的話呢，也都是完全沒有的。一個訊息，一封信，一個電話，是什麼都沒有的。